下午好，我是子琼。足球明星 David Beckham 走到哪里就睡到哪里啊！前天出席2014年儿童体育奖颁奖典礼时，还搞得金光闪闪。其实严格说起来呢，是他被染得金光闪闪啦。当天 Beckham 荣获传奇运动人奖时，于是带着儿子上台，不料一举起奖杯就被突如其来的惊奇泼满全身，三父子顿时变成小金人。即使被泼得面目全非，但是他们在台上依然帅气淡定，不是传奇风范。